尊敬的傅昆萁先生，尊敬的各位民意代表，尊敬的各位台湾同胞，非常高兴啊，在北京见到大家。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前不久啊，马英九先生到我们这里来访问，他带了一些年轻人。习近平总书记啊，亲切接见了大家。习近平总书记在见马英九先生和青年学生的时候，讲了四个坚定，就是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创造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同胞啊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为我们啊进一步做好对台交流合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坚持啊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力做好对台交流合作的工作，坚决坚持啊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同台湾同胞一起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民族谋复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是一家人。一家人啊，我们就应该常来常往，经常交流，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这一次啊，这个傅昆萁先生和大家在新的台湾立法机构任期开启之时，就组团来大陆访问，很不容易，也很有诚意，也很有意义。我们相信各位的努力一定会在广大同胞中产生强烈的反响，也会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多来多看，这次时间还是比较短，刚才我问了一下，看的地方也比较少，以后经常来。我们也很愿意听取啊台湾同胞的意见和建议，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先请傅昆萁先生讲一讲，我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傅先生请。尊敬的王沪宁王主席，还有我们宋涛宋主任，潘县长啊，潘主任及我们台办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啊，这个谢谢北京的邀请，让我们此行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啊，希望来到大陆来访问，在21世纪的大时代里面，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际遇，在天涯无国界地啊，这个骆秉麟的今天啊，我们希望啊，很多两岸能够用合作、和平凝聚海峡两岸同胞啊，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全面的合作。傅昆萁此行是代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以及立法院党团啊，
带来台湾的新民意。我们希望此行能够回复啊，在2016年以前两岸的大交流、大繁荣、大和平、大合作，让台湾的百工百业都深深地感受到两岸啊一家。我们不只是同文同种、同血缘、同祖先，我们讲一样的话，读一样的书，我们更有一样的同根同源的祖先。而此时此刻，昆奇更代表国共之间过去交流的基础上，好，以及我们共同的认知上，一起啊，希望深化两岸的交流。我们看到过去8年两岸的断线，我们希望此时此刻，国民党带着台湾的新民意，希望全力的推动两岸的大和平，大家一起来合作，面对全世界新的一个挑战。也再次表达台湾的百工百业也非常的欢迎大陆的同胞能够走进台湾。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